酸辣粉现在是妥妥的网红食品，上了通货榜也是打工人的深夜温暖。大伙儿吃完还要争论个嗨吃还是麻六记牌子的酸辣粉哪个更好吃呢？不用争了，我告诉你，河南的酸辣粉最好吃，因为全国80%酸辣粉是河南造的。这些网红品牌大都是河南代工厂生产的。我们开封东莒县正在打造酸辣粉之都，因为中国60%的酸辣粉产自这里。